第25题，关于黄金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A. 金会与氧气生成致密的氧化层，保护内部，这是错的。我们上课教的会形成致密氧化层的是锌跟铝，而没有金。选项 A 是错的。B. 金的硬度仅次于钻石，这个是错的。纯金非常的晚，那硬度并不大，所以钻石是我们所知的硬度最大的物质，所以呢，选项 B 是错的。选项 C。金是密度最大的金属，这个也是错的。那么金的密度的确很大，但它并不是密度最大的金属。密度最大的金属是而不是金，所以选项 C 是错的。猪，金的活性很小，做成饰品可以长久保存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也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金的性质，所以呢，猪的选项是对的。第25题问我们关于黄金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金的活性很小。做成饰品可以长久保存。